威虎重生，福建粉丝再度挺身而出，面对对抗三大战力，勇者无敌，开始，天会必救。武艺开始咯，这是攻断不进，反敌一灭，攻到生死之相交，一挂无边力量，是你三代战力东墙必赢。小母魂飞铁山，化为风土地内，灭亡中，祭天佛教定力，大刀独行。多谢大师，多谢大师啊！多谢，多谢，多谢！小弟不可再留，有神他才安心。是，万载路，我和尚人一停。多谢大师。都笑阳楼归告以后接着一两下为了跳过归告对过不减分水火上必死前来安心接受这个地方应该安全了都笑大师都笑大师今年我就放心了以后自己都到金心是天山之顶不惜剑士两极困亡贤良定之顶这两人有何恩爱突然间惊风不禁归去在中你就是福建粉碎是怕亏背后的部件迎接死期不管福建同样的休息实行为何生残虐为三人对对对甚至为绝为个勇者归期下村秦林枯境福建粉碎面对强敌小虎灵开启伏敌之功勇者对决正邪冲突福建粉碎守护归个勇者归期下村是哦雷蛟将天当地红魂变色松开第二招啊魔雕连环杀招不如不见昏睡不见离开替谁东西混入泰山不出剑你必败无疑红胸不进天魔不会最后一招雷暴万魔集合阵不必增加将同相逢幸福终昏之人我为此的红白都起受尽损失当三了剑鞘好兽心为首想不到你跟我见面顶次你救我这次我救你
真公平。福建省都上不公平，出家人就是这样，自卑为怀，仁德至诚。你依佛有缘，应该随从那个白毛老和尚，在我的门牌上挂上一罐佛珠，就注定挂未开的孽缘。老和尚，一公为什么那只妖魔提刀攻击你？你背后的剑就始终不出手了？为我不凡，是不灵，不灵，伊的这修为怎么可能呢？现在我并非完整的我，不得受我影响，也失去原本的力量。你就是你啊，那有什么完整不完整？我不管不得因我蒙羞，这样是不是显得见我了？就算无完整，人间一体道理，你比我更清楚啊！佛德非兵，所以在我看来，你佛德的关系必须搬剑与剑鞘更加紧密。是，哈，卖使孤军奋战哦！你的同伴在后边咧哭泣。为公告交，我要离开了，多谢你相助。哈。不收钱了，请问你对小姐是否有所了解？寻找今朝的木蕉农应该比我清楚。木蕉农，杜潇，哈哈哈哈，请。我寻找今朝。心足清愁，福建浑水清净，杜潇。福建大师木蕉农久仰，并称道教。韩孝伯弟向大师海航，无孝本心，不不沾心。当然。大师丁僧再出必有要生，对小将你的木蕉农了解多少？小将之后虽来未登，我们吉祥。事情便是如此啊，原来如此。目前虽正消息，但地海国宝北海灵鸟方面尚未有突破的进展，阎罗鬼角是否也期盼小将？根据早前经验，鬼角之人地龙人是否未曾出现感染的状况？我在西方界见到鬼角势力，应对小将是否不以为意？当初黑暗高深的动机，确实只有结出小将的特质，他们九天玄孙。用创造黑暗之力的方式，其实也与阎魔鬼火有关。阎魔鬼火有着这消减之法，这只是一切，不能断言。就是如此，我便深入一探。鬼火之人只怕不肯相助，总要一起。既然如此，大师万事小心，我明白。